你是什么人？你是杨坤派来的吧？沈大人不该辜负杨公公对你的信任。哼，杨贼擅权乱政，欺君罔上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站住！站住！给我！ 什么呀？你们什么人呀？别动！你是谁？别出声，我就不会伤害你。那你想干什么？小姐，小姐，小姐，你在哪儿啊，小姐？如果我不出去的话。 找我的。别耍花招。好。小姐，我在这儿呢，什么事儿啊？这么慌？小姐，沈大人今晚被刺杀了，沈府家听说刺客跳进咱们府里来了。可是我一直在这儿，没看见任何人。可他们现在闹着要搜府啊！阿福，我们苏府是什么人，想进就进，想搜就搜的地方吗？惊动了老爷，要你好看。那我这就打发走他们。去吧。 义父，这真是好玉呀！孝儿也懂。义父言传身教，孝儿努力学习。哎，赏你了。孝儿不敢夺义父所爱。拿着。谢义父。义父。莫兄。任务已完成。哎呀，默儿。 多亏了你，才能够铲除叛徒。三年来，你潜伏环王府，充当侍卫，揪出了沈炼这个老狐狸，只不过让你受尽委屈了。义父言重了。公公，禀公公，哈哈，这一季的着引路已记下，请公公过目。好，去吧。是。 孟儿，你还是抓紧回去，以免桓王生疑。好，孩儿告辞。嗯。沈大人甘愿背负骂名，隐藏在杨坤身边数年搜集证据，想不到壮志未酬，便与王爷阴阳两隔。刺客身份，可否查实？不查也知。 定是杨坤所为。杨坤，我和你势不两立。王爷，沈大人身份如此隐秘，尚遭人杀害，只恐王爷身边
你是说有内奸？下官也只是怀疑，但防人之心不可无啊。 沈大人用性命换来杨坤的罪证，我一定要亲自递到皇兄手中。可是皇上自去年龙体抱恙以来，依旧不见重臣，扳倒杨坤之事，下官还请王爷从长计议。谁？齐侍卫，王爷命你去练武场等候。我马上就去。是。 拿剑！王爷，我教你拿剑。 干一杯！王爷，您喝多了，不能再喝了。秦墨，三年前，你救过我的命，所以你也是我的兄弟。喝，杨子。 恶贯满盈，杀害忠良！我明日就灭见皇兄，把你绳之于法。可，可，可。 可兰，可兰，跟爹爹走啊！啊，可兰，可兰，石涛你来了。可兰，你真的要走吗？对，这个给你，我娘说这个是保平安的，谢谢。石涛，你可不能忘了我啊！ 我不会忘了你的。可兰，哎，睡了吗？还没呢。 这么晚了，怎么还不休息啊？我睡不着，爹。听说沈大人被杀了。女孩子家家的，你打听这些事儿干什么？那谁让他是杨贼的走狗呢？住口！早点休息，明日随我到桓王府给王太妃请安。啊。 老奴见过王爷，王爷，本王有要事求见皇兄。皇上龙体欠安，正在精心调养。你给我让开！皇上有旨，静养期间，任何的紧急奏章文书，均由老奴代为呈送。王爷。 就请交给老奴吧，杨坤，你不要得意的太早了。
你的种种罪证，呈送皇兄之际，便是你人头落地之时。哼！恭送王爷。属下恭迎王太妃。王爷在房中干什么？回王太妃的话，王爷身体有点不适。哼，王儿。啊，母妃，您怎么来了？怎么也不差人通知孩儿一声？我平时叮嘱你最多的是什么？少参与朝政，多读书修身。秦墨，属下在。跪下。母妃息怒，不关秦墨的事。今日进宫是我自己决定，他怎敢阻拦？还请母妃不要为难秦墨。禀王太妃、王爷，苏大人带着他的女儿苏可兰给您和王爷请安。好，让他在厅中等候。是。起来吧，多谢王太妃。妆成一树高，欢叫垂下绿丝绦。不知新月谁开出，二月春风似剪刀。谁的歌声如此美妙啊？下官见过王太妃，见过王爷。这位一定就是苏小姐吧？啊，正是小女可兰。可兰见过王太妃、王爷，祝太妃吉祥如意，福寿安康。哎呦，看看这小嘴多甜呐！起身吧，谢王太妃。苏大人，请坐。啊，谢王爷。苏大人，记得几年前呀，可兰还是个小丫头，现在呀，已经出落得如此水灵了。谢王太妃，小女一直在老家陪伴老母，此次返京也才数日。苏大人，我整日在这府上无人说话解闷儿，这次见到可兰，十分可爱。我想留他在府上小住几日，你看如何？禀王太妃，卓锦早逝，小女在乡下被老母娇惯，我只怕她……爹爹，爹爹，可兰今日见到王太妃，觉得特别的慈祥，我愿意陪着太妃。哎，好好，王儿。意下如何呀？既然母妃甚是喜欢苏大人，那就让苏小姐陪母妃在府上多待几日吧。如此便打扰王太妃和王爷了。义父，您这是？人老了容易伤感，今天看见这把木剑，让我想起了12年前你刚刚来到我这里的样子。来，坐这儿。光阴似箭呐，
为父终于看到了你长大成人，可以和为父一起报效皇上。可是这几年，桓王等人别有用心，屡屡陷害于我，还伪造了许多所谓罪证，想置为父于死地。为父身死事小，只是一想到不能再为皇上尽忠，我这心里……义父，孩儿能为你做点什么？想救为父一命，只有取回桓王的伪证。墨儿，为父这条命全都记挂在你的身上了。哈哈。义父，孩儿自当全力以赴。快点起来。义父，我先回去。好。义父对秦墨情真意切，小儿感动不已。秦墨和你不一样，他重的是情。不过这也是让我最不放心的地方。给我把秦墨定好了，有什么动静马上回来禀报。是。苏大人，这么晚来，是有什么要紧事吗？容下官书房禀报。王爷请。苏大人，到底什么事？下官怀疑秦墨就是内奸。哼，怎么可能？秦墨今日接到飞剑传书一封，然后悄悄出府，下官思忖再三，觉得不对，这才深夜打扰王爷。仅凭此事也不能证明秦墨就是内奸，他对我曾有救命之恩，一直都是忠心耿耿。下官也只是怀疑而已，还请王爷多多留意。本王自有分寸。说那府花街的桂花糖味道特别好，我想去买一些孝敬您。啊，也好，这几天啊你在府上陪着我，也怕是闷得慌。秦墨，属下在。你呀，护送苏小姐去吧，一定要注意小姐的安全。属下奉王爷的吩咐，要寸步不离王太妃，保护王太妃的安全。放心，还有护卫呢，你就去吧。是，谢王太妃。起轿。秦墨，走吧。真好看。
伞真漂亮。你看呢？石头。啊。哦。属下叫秦墨，不叫石头。我看你整天一句话也不说，就像个石头。下次尝一个吧，特别好吃。老板，糖怎么卖？2文钱，来两包。谢谢。给。属下不喜欢吃糖。给你，你就拿着。谢谢苏小姐。秦墨，你真的长得特别像我一个朋友。世上相似的人本来就很多。我倒希望你就是他。沈大人呐，你怎么就这么走了呀？你这一走，国家少了一个栋梁之才，老夫也少了一位挚友啊。沈大人呐，见过公公。夫人节哀。贤侄啊，我与令尊相交数载，他这一去，我心如刀绞啊。家父定是被那怀王所害，今生不报此仇，我誓不为人。贤侄休要多说，祸从口出啊。令尊被害是受我拖累，我岂能坐视不管。放心，啊，放心。杨公公驾到，不让眼前人避让。看见，走开。这么大。杨公公驾到，不长眼人避让。仗势欺人。哎，苏小姐，你拉我干什么？这些人你惹不起。乖乖乖。嚣张跋扈，实在可恨。王爷，刚才我们在街上遇到那杨坤横行霸道，手下人也狗仗人势，百姓无不痛恨。王爷，我知道您与洋贼势不两立，我支持您，也佩服您。知我者，唯有苏小姐。我身为皇族，上为圣上的千秋万代，下为百姓的安居乐业。无论如何，一定要铲除洋贼。我相信。秦墨，随我到练武场。Thank you.
起来吧。王爷，今天在练武场，属下失手冒犯，请您恕罪。你小子，我早晚还你一剑。行行好吧，我妹妹快饿死了。去去，快走，哪有多余粮食给你？求求你了，行行好吧！快走，小心我抽你！行行好吧，行行好吧！快滚快滚！掌柜的，哎，不要为难他，去包几个馒头来。哎，好的。给你妹妹买些吃的，啊！谢谢公子，谢谢公子。这个也拿着，啊！谢谢恩人，谢谢恩人。快起来。去照顾你的妹妹吧。秦墨。怎么了？我妹妹就是饿死的。那时候，她才3岁。可惜啊，她没有遇到像您这样的善人。善？哼哼。像我这样的善人，再多又有什么用？属下斗胆问你一个问题：您身份尊贵，为何不像其他王爷一样逍遥自在，偏偏要与杨公公为敌呢？要做个逍遥的王爷容易，可天下的百姓呢？我之所以要扳倒杨贼，就是为了百姓，为了天下不再有穷人，我宁可玉石俱焚。谁？我。你怎么来了？义父很是着急呀。王府守备森严，我在等待机会。怀王有所察觉？那倒没有。看来不容易呀，不然以你的功夫，这点小事儿怎么能难住你呢？不过话又说回来了，这自古英雄难过美人关嘛。你什么意思？我什么意思？苏小姐天生丽质啊，也难怪你会为她动心。秦孝，你监视我。我这是关心你，莫兄。你我这样的人是不能对女人动情的，更不能因为女人耽误了义父的大事啊。我知道。那我也该回去复命了，莫兄，等你好消息。哼。
住。苏小姐。秦墨，你躲着我。夜深了，男女多有不便。苏小姐没有什么吩咐的话，属下就先告退了。这个护身符，你认得吗？不认识。你真的不认识？那我把它送给你好不好？属下怎么敢要苏小姐的东西呢？好，既然你不要，那我把它扔了。拿着这根线吗？对。哎，不行不行，它快掉下来了。哎，没事没事。哼，太好玩了。我松手吧。嗯。啊。是这样吗？对对对，拿住这里，对，拿住了。对，就这样。没事吧？结果在那儿。快追！别让跑！快！放开我！跪！跪！怀王，今日我为父报仇不成？你要杀便杀，我宁死也不受你的侮辱！放开他！王爷，松绑。是。你们下去吧。是。你什么意思？世人都说书卷晦涩，却不知这世上最难琢磨的是人心。我这儿有令尊的亲笔书信，你看一看，就什么都明白了。沈大人忠君爱国，始终在为本王搜集洋贼的罪证，只可惜被洋贼发现，惨遭杀害。王爷，小人被洋贼蒙蔽，罪该万死，但请王爷宽恕小人数日，待我为家父报了仇，再来向王爷请罪。快快请起。沈公子，请暂且忍耐。令尊的书信足以将洋贼正法，待本王扳倒洋贼之时，定还你父亲一个清白。谢王爷。这个护身符你认得吗？不认识。既然你不要，那我把它扔了。苏小姐有什么吩咐吗？你受伤了，我来看看你。这点小伤，不劳苏小姐费心了。我知道，你就是石头。你为什么不承认？属下不是石头。如果苏小姐没有什么事情要吩咐，就请先回去吧。哼。啊。秦墨今日又救了本王一次，足见其忠心。是，看来是下官多心了。
其实你早就认出我来了，你为什么不承认呢？尊卑有别，即使相认了又能怎么样？你贵为小姐，我只不过是王爷家的一个侍卫罢了。不对，你是个英雄，你诛杀了杨贼的同党沈大人。那天我在花园里捡到这个护身符的时候，我就知道，我知道石头，你终于成了一个大英雄。啊，对不起，我弄疼你了吧？只是皮外伤，并没大碍。快让我看看，怎么还和我生分起来了？快让我看看。昨日王太妃向下官提起小女的婚事，让下官甚是惶恐，小女怎敢高攀王爷？本王与苏小姐确实很合得来。这么深的伤口还说一点小伤，用了药没有？我记得小时候你就特别爱打架，这么多年没见了，你是怎么跑到王府做的侍卫的？王，你说呀，可兰，你爹，爹，爹，你干嘛生这么大气啊？我本想让你在王府学学规矩，长长见识，可你怎么越来越不懂事儿了？我也没做错什么呀。你一个千金小姐，你跑到一个侍卫房间，这成何体统吗？爹，秦墨是为了保护王爷才受的伤，我去看看有什么不对的。那你最起码也要懂得尊卑有别吧。行了，昨日王太妃向我提亲，我已经答应你和王爷的婚事。爹，我不嫁。你放肆！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什么时候轮到你做主？爹，明日我就命阿福接你回府。爹，爹。你诛杀了杨贼的同党沈大人，我知道石头，你终于成了一个大英雄。你我这样的人是不能对女人动情的，更不能因为女人耽误了义父的大事啊。你去，再催一下小姐。是。
老爷，小姐说什么也不肯吃。学人品都是一等，你又深得王太妃的喜爱，这是天赐良缘呐。我不想和他在一起。那你想和谁在一起？难道是那个侍卫？对，就是他。哼，荒唐！堂堂我苏府千金小姐，竟然喜欢一个下等的侍卫。他是侍卫，他更是一个英雄。英雄？对。就是他杀死了那个姓沈的奸臣。什么？有人夜闯书房。什么？王爷，王爷，苏大人，启禀王爷，那间就是秦墨。秦墨，走。为什么要这样？拿下！哎呀，桓王啊，桓王，枉你费尽心机，现在你能奈我何啊？啊！墨儿，你的伤严重吗？没什么大事。义父，只是我的身份已经暴露了。没有关系，以后你就留在为父身边，享受荣华富贵，然后我再为你置下百亩良田，再为你娶上一房妻室，说不定明年为父就可以做祖父了啊！
哎，快，拉住他！秦牧，住手！公子，都给我退下！是。 天经地义。杨公公他欺君罔上，祸害百姓，人人得而诛之，你却为他做事。可是他是我义父啊。那王爷呢？王爷待你亲如兄弟，你却这样对他，你对得起他吗？还有沈大人，枉我对你，我真是太傻了，还拿你当个英雄。可兰。 拿出来。什么？护身符。 既然是你杀了他的父亲，那么还是由你送他们父子团聚吧。
只有忘了过去，才能做回原先的秦墨。来吧。义父，嗯，沈公子是沈家唯一的血脉，您饶他一命吧。也好，得饶人处且饶人。杏儿，义父，送沈公子出府。是。沈公子，请。秦墨。你助纣为虐，是全天下的仇人。谢义父。莫兄，你把沈公子送出去了？对，我把沈公子送走了。你杀了他？应该说，是义父让我杀了沈公子。可义父明明让你放了他，你信吗？莫兄，你一直活在你自己的世界里。义父有很多的事情你都不知道吧？我在想啊，你若是看到义父那本《着引录》上各地官员孝敬银两的数目，该作何感想？你对怀王已是不忠，我奉劝你，千万不要再对义父不孝了。老奴见过王爷。王爷，真的要跟老奴玉石俱焚？以愚心之所善兮，虽九死，其犹未悔。
这个护身符，它是属于英雄的，你不配。要做个逍遥的王爷容易，天下不再有穷人，我宁可玉石俱焚。你心有牵挂，如果你想做回原先的秦墨，就必须狠下心斩断一切感情，所以去杀了桓王。秦墨，我知道你会来。秦墨前来请死。本王待你不薄，为何背叛于我？我受杨公公多年养育之恩，做了太多的错事，如今弃恶从善，为时晚矣，秦王爷杀了我吧。当初是我看错了你，无需多言。混账！我杀了你！住手！母妃，王儿，秦墨，你抬起头来。你可知错？我已经铸成大错，无颜苟活人间。若我的一命能够让王爷减轻一些痛苦的话，秦墨愿意。知错能改善莫大焉，王儿，秦墨已真心悔改，你为何不能给他一个向善的机会呢？母妃，就算将他千刀万剐，也难解我心头之恨。他都放下了屠刀，你要是把他杀了，那和杨坤又有何区别？王儿，你走吧。王爷，你如此优柔寡断，你是永远斗不过杨坤的。桓王接旨。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
查完王身为天皇贵胄，为报私仇，指使侍卫杀害户部侍郎沈炼后杀人灭口，即日将桓王收监候审。钦此。杨贼，你竟敢陷害本王！我去面见皇兄。王爷不用费劲了，谢谢王爷杀了秦墨，给了老奴这个机会。王爷请。王儿。大师，阿弥陀佛，请问施主伤势如何？已无大碍。不知这番生死劫难，施主有何感悟啊？我犯下弥天大错，王爷非但没有杀我，还让我隐于人间。今后，我自当多行善事，痛改前非。阿弥陀佛，迷途知返。犹未晚矣，不过尘埃尚未落定，施主请随我来。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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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。阿弥陀佛，王太妃。属下知道杨公公手里有一本叫卓引路的册子，上面记录了全国各地官员对杨公公的贿赂，要是属下能够拿到这本册子，定能助王爷力挽狂澜。当真？属下愿意以死相报。好，好。
请将血术交给苏大人。我身陷囹圄，只有靠你们拨云见日了。秦墨，王爷，一定要小心。我娘亲说过，这个护身符保平安，很灵的。我知道，我一定会回来的，我还要做你的大英雄呢。嗯。什么大英雄，我只要你。虽然你这块石头又臭又硬，脾气也不好，也不爱说话，但是石头，越来越清晰，最后闪过尽是你笑颜。我等了这么多年，盼了这么多年，才把你盼回来。无论什么原因，我都不想再和你分开，你听明白了吗？再记不住你，你听明白了吗？微弱的残阳还能刺痛双眼，山的那一边会不会是再续的成全？思念无声，用心就一定听见，不用再等，这一刻就是永远。成从
这么凶，别来无恙啊！ 不是亲眼所见，我还真以为你死了呢。真是太……好了，木儿，你还活着。你不知道义父听到你的噩耗，痛彻心扉呀。以前的秦墨已经死了，别这么说，孩子。义父，我求您放了王爷，然后向皇上告老还乡，我愿意伺候你，颐养天年。 我要是不愿意呢？那我就把卓引禄面呈给皇上。秦墨，你竟敢威胁义父！老夫纵横朝野二十余载，从来不受别人的威胁，即使是最亲最近的人。小儿。 小兔崽子，想杀我，没那么容易。
第一次见到你，我就认出你来了。石头，我爹已将卓引路呈于圣上，圣上下旨彻查洋贼罪行，王爷洗清了罪名，沈大人也得以沉冤昭雪，你可以放心了。再记不住你的脸，微弱的残阳还能刺痛双眼，山的那一边会不会是再续的成全？思念无声，用心就一定听见，不用再等，这一刻就是永远，一遍一遍，岁月诉说缠绵，既残缺，刺痛却蔓延，没有诺言，心却一直在身边，流星划过。故事。